好，今天呢，禅修的主题呢，将跟大家来分享这观呼吸的法门与六度波罗蜜的关系。在禅修当中呢，觉照。觉知的品质，它可以帮助我们来达到觉醒跟觉悟的品质。这觉醒的品质呢，就是跟佛法、佛陀世尊从心源里面流出的法。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在禅修当中，我们即可照见佛所说的法。那佛所说的法有非常的多，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在禅修当中。在观呼吸当中，如何跟六度波罗蜜来相应？这六度波罗蜜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跟智慧。所以，请大家将我们的觉照。放在呼吸上头，这呼吸呢非常的好用，啊，随时随地呢都跟我们身心在一起。佛也曾说过，生命就在呼吸间，可见得。呼吸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你能够熟悉这样的法门，在生活当中任何的时候，你都可以用观呼吸来禅修。方法非常的简单，就是觉照呼吸的。进与出，进与出，这上头呢就保持如实观照的品质。如实观照就是吸气的时候如实观照吸气。吐气的时候，如实观照吐气，这上头清楚明白，心不散乱，就有觉照跟觉知的品质。这样子，我们的心就像是镜子一样，向来向现。向去莫停留，在观呼吸当中，我们提起正念，汇入六度波罗蜜。第一度就是布施波罗蜜，在观呼吸当中。我们看到呼吸，它是这样自然而然、自动自发的在产生着。它是这样无私、无我、无相的在发生着。因为有了呼吸，我们的身心。有了
氧气，有的营养，来滋补我们的身心，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得以维持下来。这样的布施是不是无相的布施呢？大家在观呼吸当中就能清楚照见，这呼吸啊，本身就是在一种无助身心，身心又无助的状态，难道不是吗？看到呼吸是这样的，在行持布施波罗蜜，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身心所有的功能都是在这样行持无助身心，身心无助的布施波罗蜜。我们所有的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循环系统，这些系统呢，无时无刻不是都是在做着布施波罗蜜的。这上头有着相吗？如果有着相，那我们的身体就产生混乱了 ，disorder 了，是不是这样子呢？你看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都是在行持布施波罗蜜的，这心脏跟肝脏是一对的，他们彼此相照着，这肝跟胆也是一对的，肝胆也彼此相照着，他们都互为彼此的布施波罗蜜，难道不是吗？在观呼吸法门当中，我们行深再行深，即能照见内四大都在行持布施波罗蜜。大自然法界外四大也是一样在行持布施波罗蜜，难道不是吗？可以想象我们的全身的细胞每一个当下都是在行持布施波罗蜜的。你如果在行深，你就会照见其实我们每个众生当下就像是一个一个的细胞是一样的。我们的内四大每一个细胞彼此都在关心，都在关照，每一个细胞都疼惜彼此，在行着布施波罗蜜。那请问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在这个法界当中，是不是都是一颗一颗的、一个一个的细胞呢？我们怎么能够不珍惜、不疼惜、不爱惜？因为只要一个细胞出错了，它是整个因缘链息息相关的。
就会引起一连串的这个互动，这个影响的，就像是 ripple effect， 好像蝴蝶效应一样的。这就是在禅修观呼吸的观照当中，由于行深般若智慧，我们当下就能够观照到，原来布施波罗蜜是在整个法界的因缘系统之下，它是那样的法尔如是的在产生着。众生却由于无明妄想，因此产生了二元对立，种种的自私自利的行为出来。透过布施波罗蜜观呼吸法门的行深，我们就能够体会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第二个是持戒波罗蜜，在观呼吸当中，我们觉照觉知着呼吸，这上头让我们照见我们呼吸的呈现，就是我们心的呈现啊。而这持戒波罗蜜持的就是心戒啊。祖师大德说，不是本心，学法无益的。向上的戒有非常的多，但是向上的戒不外乎都是本心所幻现的。所以这持戒波罗蜜，如果能够持守这一条戒，也就是去照见我们的本心。这就是《金刚经》所云的，种种的四句偈都是在帮助我们彻入实相，照破无明，就是这一条心戒啊。而我们观呼吸的同时，就是透过觉照觉知的品质，带领我们进入觉醒跟觉悟我们的本心。这就是我们要持守的持戒波罗蜜。第三个是忍辱波罗蜜，在观呼吸的同时，我们清楚明白照见每个吸气，每个吐气，那看起来是那样的简单啊。同时，或许有一点 tedious， 有一点 boring， 有那样的一些的无聊、乏味。但是如果此时此刻你能够非常有耐心的在观呼吸上头，能够安住在呼吸上头的进与出，这当下就是忍辱
波罗蜜。如果你能够在这样简单的观呼吸当中，你都能够安住，请问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当下，是不是都可以像观呼吸这样的安住呢？观呼吸让我们清楚明白照见，吸气的时候就是吸气，吐气的时候就是吐气，白云来的时候就让白云来，乌云来的时候就让乌云来，这青山啊，如如不动着，我们的本心如如不动的，像一个明镜，像一个摩尼宝珠一样的照见呼吸的进出，照见浮云的任去来。这上头是不是最佳的忍辱波罗蜜呢？此时此刻的当下，我们能够这样的安住，这样的忍辱，任何时刻我们都能够将这样的品质活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时刻。第四，就是精进的波罗蜜。我们提到禅修呢，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在寺院，是在禅堂，是在家里面的静室，是在深山当中来发生，但其实禅修是在生活当中的任何的时刻都在发生着，有呼吸就有禅修，这是不是最佳的精进波罗蜜呢？在呼吸当中，我们的精进即照见了布施波罗蜜，我们的精进即照见了持戒波罗蜜，我们的精进即照见了忍辱波罗蜜。这上头由于精进波罗蜜，所以其他的五度波罗蜜都被我们清楚明白的照见。这就是法随法行啊，这才是真正的禅修。禅修呢，最后呢，它是这样的，自动自发的，在生活当中的二六十中不断的发生着。一开始也许我们需要用功精进，但是假以时日，你即能体会到原来禅修它是在行住坐卧当中，它是在动静当中，它是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境界现前都是在禅修的，这才是真正的精进波罗蜜。而这样的精进波罗蜜也与法
来香气。第五就是禅定波罗蜜。如果我们能够将心安住在呼吸当中，我们即能照见呼吸的当下就是我们的本心。我们的本心就幻现成呼吸的当下，所以本心跟呼吸呢，它是不即不离的，它是不依不异的。在禅修当中，让我们清楚明白的照见，这就是六祖大师所说的定慧等持啊。在禅修当中，当下即定即慧，也就是定在慧中，慧在定中，这就是禅修的本质。定慧它是不可分离的，这也是我们这边在提倡的，透过觉照觉知的定，让我们行深进入觉醒觉悟的慧。有觉照觉知，就有觉醒觉悟，有定就有慧，有觉醒觉悟，它一定离不开觉知跟觉照的定的。于是定慧等持在禅修当中发生，而禅修又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当下发生。所以生活即禅修，禅修即是般若禅定波罗蜜。所以这生活禅修定慧它都是不可分的。我们在观呼吸当中一一的照见，来进入定慧等持的波罗蜜。如果能够这样的行深，这样的洞见，就是第六个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也就是智慧波罗蜜。因为智慧波罗蜜它包含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五种波罗蜜，一一的在观呼吸法门当中被照见了。观呼吸法门是如此，念佛法门亦然如此。为何如此？因为都不离开我们的本心啊。所以大家好好的在禅修当中，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法门，一定要跟定慧来相印证，也就是跟佛法来相印证的，这就是法尔如是的法随法行，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工作，呼吸是这样，每一个工作也都是这样子的，每个生活的当下也都是这样子的。你喝一口茶，吃一口饭，也都是这样子的。
呼吸，你能够彻然明白六度，这六度就发生在你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动作当中，这才是真实的六度波罗蜜呀。希望大家能够在禅修，透过观呼吸的法门当中，真实清楚明白六度波罗蜜的实践方法，让这样的方法能够融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继续用功。